今天第一次来到这边跟大家见面，那好不好意思，那今天准备的歌曲带来出来，剩下的时间也不多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们高中的时候写的。其实我们跟在场各位是同学，其实我们今年也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生的这样。那接下来这首歌，今天这场办演唱会成功，那很多活动有很好看的表演，那也辛苦学生会还有学校办这个活动。现在呢，我要请在场的所有同学们，麻烦双手借给我，双手举高。接下来这件事情很重要，有没有学出爱的鼓励？会不会？会不会爱的鼓励？好，来，现在我要全场所有的同学们双手举高。哎，不要着急啊！来，换头不要。来，大声一点来！后面的同学。